大家好，我是超神龙哥哥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一款奇葩的格斗游戏。如果让世界的恐怖人物来一次大决斗，大家认为谁会赢呢？这个格斗游戏主要的选手就是来自各个恐怖电影里的角色，用鬼娃试试看能否打败月亮脸、小屁孩波娃娃和地狱杀手决斗，这还从地上爬起来的，可爱至极。虽然鬼娃娃很矮，但是这个攻击下盘的套路还是可以的。我叫你把我当篮球王，能不能尊重下世界级的恐怖人物？哎呀，不好，被月亮脸贴墙角打了。其实我不是篮球，我是足球。踢踢踢踢踢踢，瞎踢你个头啊！踢踢踢踢踢踢，要认真看待足球。足球破局了，最终鬼娃打赢了月亮脸，所以其实爱哭鬼能打赢残仔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，关注超神龙哥哥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。